So, 阿丹用三又五分之三 L 蓝色的漆与五分之四 L 的白色的漆来粉刷客厅，以 L 为单位，他用的漆共多少？好，在这一边呢，你就直接加三又五分之三 L 加五分之四 L，所以它会变成三又五分之三加四七 L。然后在这一边你不用写出来呢，这个我只是方便你了解罢了。你减五加一，为什么减五加一呢？就是说我把五分之五变成一个完整的，所以它就会变成四又五分之二 L。OK，好，接着呢，我们这一边呢还有第二种方法，我的三又五分之三 L 加五分之四 L 的时候呢，你直接把它变成3.6L 加0.8L，所以你的3.6加0.8的时候呢，你就直接可以加上来，一，然后4.4L，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4.4L。4.4L 呢，其实我们这两个东西，我知道五分之二是0.4啊，所以4.4这两个答案是一样的。不过基本上老师其实是希望你们用这一个方法来做啦，然后你这样做其实也没有错，OK，因为题目没有讲要用分数还是小数嘛。